Hello， 歡迎收睇 So Flip 每週通訊。今個星期咧，我哋總觀看次數咧就少咗好多，少千幾次，有5980次。咁即係我哋真係要揀啱歌一隻多人聽嘅歌真係幾困難嘅。今個星期咧，我先講翻先，我嘅第一位都係山下達朗嘅 Get Back in Love， 有429次。第二位安室奈美惠嘅 Can You Celebrate？ 372。跟住係我嘅假如真的再有約會345次。跟住係林家謙嘅夏之蜂蜜絲342。跟住就係我 at 板井泉水嗰隻負嘟嘟嘟314次 ，keep 住有人聽喎。跟住我嘅 Slow Fruits 每週通訊273次。跟住我嘅開箱片牛殺窩城龍珠超250。我嘅校際小學初級235次。跟住我嘅 Founded Volume 2 Page 11-12200次。我嘅蔡風華犀利啊，跑第十位啊，蔡風華嘅絕對空虛189次，1234567890，柯南排第，柯南今次排12，145次啊，跟住睇下先，我今次咧今個星期咧總共有多咗14個訂閱啦。有3個訂閱來源咧，都係依一個校際初級，即係證明校際其實真係可以帶俾大家好多訂閱嘅。有咩大家想盡快開 YouTube 啊？咩成嘅，盡快錄校際啦。跟住係咯，其他嗰啲今星期領悟有一個喎 ，Pop Music 有一個係領悟。跟住我嘅初學場地技巧裝訓篇有一個，其他嗰啲歌全部都係考試歌嘅訂閱嚟嘅。地理來源係啦，香港少咗好多，3930次。跟住就日本今次唔過千，不過都唔算少嘅，822次。台灣343次，英國130次，美國80次，加拿大66次，中國17次，伊朗12次，新加坡12次，土耳其11次，荷蘭0次，即係荷蘭有人唔覺意撳咗或者 download 咗落嚟聽，咁所以就唔計。城市唔關事，城市我到而家都 get 唔到。今次有濱松市同埋有麥田區。觀眾年齡層次，今次少咗55至64歲冇，65歲以上有 1.7%， 反而18至24唔錯喎，去到超過 10% 有 10.8%， 跟住45至54都有 11.2， 唔錯唔錯。觀眾年齡層次差少少，女性去到40啦，有 39.7% 係女性。哦，咪咪陰公咯，陰公咯，咪咪頭先撞親啊，陰公咯。OK， 咁跟住我哋今個星期咧最少人睇嗰日係10月4日，有763次，10月4日星期二喎，平日喎。咁跟住最多人睇嗰日係961次，10月3日星期一。星期一通常我發覺星期一咧，唔知係咪大家翻工翻到唔係好想翻工第一日，咁所以就會上 YouTube 睇多啲嘅，咁大家留意啦。先，今次訂閱狀態，未訂閱睇我嘅片有3539次，已訂閱嘅2441次，都仍然係未訂閱嘅多啲，咁唔錯啊，幾好啊！如果齋訂閱我睇，其實唔會增加收入，唔係收入來源，而家零收入啊，唔會增加訂閱來源嘅。今個星期總共其實有20個訂閱，咁又少咗6個訂閱，得翻14個，係啦，每個禮拜都係咁。其實我第一次無端端少訂閱，我會唔開心嘅。咁但係聽下睇下，我慣咗啦。咁係咧，每個禮拜 keep 住有人睇咧，咁所以每個禮拜流失嘅訂閱都 OK， 唔會話太過失落咁樣。陰公啦，陰公啦，咕咕咕咕咕，聽唔聽到咪咪咕咕？睇下咪咪損咗啊，陰公。跟住我個播放清單，其實播放清單都係一個很好嘅選擇，令到多啲人睇嘅。譬如我嘅阿川啊啲 book one 啦，其實蟬聯咗好多次啦，都係 keep 住最多人睇嘅播放清單。係啦，反而我會啲人咧，因為咁啊，專有啲會睇埋我其他 Elementary Method 就排第二，校際嘅播放清單就排第三，跟住就係 Grade 5，跟住就係專有啲 Book 2。係啦，其實就反而我嗰啲 Element 啊，我嗰啲 J Pop 啊 Kingdom Pop 咧，就好少啲人會喺播放清單度揾，最主要係撳某隻歌嚟聽嘅。咁大家都留意一下啦，點樣整播放清單啦？嗯，係啦。
今個禮拜差唔多係咁樣啦。今個禮拜嘅每週通訊就差唔多係咁樣啦。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記得收睇，中意我嘅頻道記得訂閱、贊好同埋分享啦。又係咪咪同大家講拜拜，拜拜。